非常的好啊，赢了我龙啊，还赢了历城啊，历城啊，最近很强势，我觉得很强势，我最近抢势还输过给他，结我知果，道，4比9的那场吗？对，结果小马还能把他赢了啊，这就是线下赛的魅力啊，可能线上有的人真的会打得不好，像我们广州很多或者深圳很多朋友啊，都是打这个。线下会多一点点，贴地会多一点啊，对啊，所以这没样错没会错。公平一点。好，我们这边的话，随着导师给大家进行了一波这个赛制组织上的一个思路之外，就当初的想法，现在也是进入了这一场败者的决赛。没，走心用心了，不是，这就是个哦，练刚习。看到，好，妈的，这边八神队还有。哎呀，谢谢后花园老邱的大火箭呐、啊！谢谢后花园老邱的大火箭，感谢你的大力的支持啊！希望你发财发财啊，发大财啊！然后身体健康啊，万事如意啊，家庭美满！哎呀，多来我的酒吧啊，多支持一下更好哦。哦，啊，不错不很错，多人过来问我这里是不是主要是打游戏，我说不是，这里主要是喝酒啊，大家不要来想着只打游戏啊，多买点酒喝一下。或许你就会变得更厉害了啊！如果拳霸帮不了你啊，那试一下我们的酒，我们精酿啤酒也是不是开玩笑，绝对不是开玩笑。绝对，昨天我喝了那个桂花的，对吧？对，蛮好，蛮是不是好，真很的蛮像？真好。的蛮好啊！我第一次觉得啤酒原来是可以好喝的啊！好，来到比赛啊，看回比赛啊，又是一个啊，湖南最强争夺战呐、啊，还有其实还有微微啊，猴头也是很强有力的湖南最强人选，但是就今天的表现来说，或者这两天的表现来说，他们毋庸置疑就是湖南现最在强的两人选，哎，而且左边啊赖霸是衡阳啊，衡阳第一啊，咪咪也是长沙第一，这是要湖南大统一吗？导师的意思就是想争夺一下谁是湖南的拳皇酒吧的最强，是吧？今天最强吧？对，今天最强，对，对，就没今错。天最强。好，目前第一小分的话，赖霸也是取得了一个八神内战的领先优势，而且血量剩了很多，资源两颗，将近两颗半。我觉得赖霸的八神真的好厉害。我觉得自己八神打八神内战吧，打得还不错，但是打他的八神，真的不能说太好打，真的挺难打的感觉，挺不舒服的。赖霸的八神灵性的东西很多的，对，我真的最很多。近就是网站的时候跟他打八神，打八神没有什么优势啊。之前我有一个信念，就是可以就算火舞输了，我能从八神打八神这里可以扳回点搬优回来。势，但是。打赖霸好像真没有，还是劣势。当然我觉得我自己八神好像最近打克里斯啊，打大曼都打得不太好。哎，其实啊，看发挥吧，还是看发挥。好，看回比赛啊，好跳 CD，哇，太多期了，这两个克里斯这样不好看。没办法，今天这个机器的话，八神是皇粮，八神只要溜了两三期，后面克里斯肯定是三四期。对。其实这样大门还挺好打的，我看大门每次出来都三四个气的。Lifa 这个习惯非常的好，无论什么情况，这个跳超中啊都会带超杀，但是别人防住他的跳或者继续的进攻啊，并没有延迟下来啊。对，并没有失误。好，这个站超中也很巧妙，我也没想到。所以这个 AB 闪，如果你反应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快，才可以闪 AB 过去打一套了。好，跳超中，哇，太多期这大门，看到我吐了，这太多了吧？你克里斯可能全 CD 反全中就死了一点。那也没关系啊，就算像你说的 CD 反全中死掉，那最起码大门还把资源交了出来。没有，最主要我克里斯最后啊，我被啪啪哦，啪啪啪，我就没了，大哥。好的，哦，我明这个白。头上佛可以有啊。啊，打，看完，看完，没事，没事。好，站清角。哎呦，这个跑前后重拳啊，很巧妙。哦，头上。哦。这是个。正常。对啊，你先往后很正常，这干嘛？最主要是赖霸后啊。对，所以我赖霸打你啊，后打先啊。
对啊，为什么拉一发会后呢？因为他是先手的，可以。他是故意慢出吗？如果是真的有想到那么远啊，真的拉一发真的好厉害。对，那这一下上真的是无解了。对，因为这一下是他是一个故意漏破绽啊，二皮眯眯眼跳中脚先出啊，但是你一皮是正常来说，你快出剑快啊下心拳啊斜下拳可能都来不及打，但是你会抢一下压制一下别人，结果然后眯眯眼就顺势一个套路伸龙脚，然后赖巴是故意慢伸龙脚好不好？刚刚好的这波被打晕。前面中了两套下盘的一个六下，一个轻脚轻拳的五下，这样的话晕值也是濒临到了这个晕点，还是被跳 CD 直接打晕。这样的话，眯眯眼这一小局发射内战也是拿到了优势。上一局赖霸1-0领先拿分，是因为自己的八神内战拿到了一个很好的优势。嗯，这一局轮到了眯眯眼这一边，哇，第四次了，这已经是今天我数着呢，这招这已经是今天第四次赖霸成功的一手确认。小跳 CD 截杀到八神的前跳的接空，瞬间 counter 烧成乳鸽了。好，煤气，哇，这个跑圈很巧妙啊！开局已经基本预读到了对方至少一个大可能性的想法。这是失误吧？不会是故意的吧？我觉得不是故意。好，跳轻拳很巧妙。好，怎么办？跳超中真的跳啊！好，下轻脚下轻拳，资源差不多啊，看看怎么压制。我觉得赖巴的克里斯的防守真的很好，真的很难像我们那种跳 CD 一直压能压把他压死。好，跳重拳，好，不断的蹲啊，不断的防，重拳前倾脚，眯眯眼有点太稳了，这一下有点慌。好，下重拳打了一个力回啊，好跳 C， 哇，下重拳，哇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哇，跳超重，这一下。如果敢跑前就有了，老弟，敢跑前就哪里都不想去了。哇哇哇，不是开玩笑，管不了。好，铲地，哇，十升龙拳吗？好，地雷阵加的气是最多的啊，比较稳定。赖霸一个气，然后眯眯两个气一半呢、啊，看看，哎呦，有多了，好，轻脚怼起来，咦，投成功，喂喂，哇，我抬头痛啊，好，轻脚，哇，机会都不给啊，这个后跳连一点机会都不给啊。这个后跳如果中脚呢，他想了很多啊，如果变 AB 出来又是一顿直啊，就都不好说谁赢谁输。但他后跳然后打边乱动，然后一个重拳，这样会更好的选择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感谢恰宝宝奶粉的这位朋友的礼物啊，感谢你的支持。好，跳重脚，哇，好，下轻脚先手重拳头，哇，一样反以颜色，怎么二 P 打人伤一点？凭什么？而葵花啊，没有出葵花。好，重拳波。比如说菠萝电竞 CEO 也好，是不是很硬？哇，这个跳重拳可以有啊，直接把下重拳给压死了。发波跳重脚，发波再发吗？哇，磨都完了。重拳前倾拳葵花，对，微微和鸭王啊，微微和鸭王啊，刚好都在小组里倒下了。他们主出现的是纹身加那个啥呢？哎呦，谢谢万山哥啊，谢谢万山哥的大飞机，
谢谢万山哥的大飞机感啊、大火箭，哎呀，感谢你的大礼物啊！哎呀，谢谢万山哥的这个支持啊！啊，虽然没有到现场啊，但是啊，心意是收到了，心意，诚意也收到，不错不错。纹身跟谁出现？哦，猴子头头，对对对。好，跳操纵。哇！太响了，太响！就是如果再打一个连招，真的不一样，会不一样。好，轻脚，重拳，哦，哦，哦，马萨卡，跑起来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两个大门不是开玩笑。哦耶，哦耶。你说这怎么解？哇！怎么办？扶起来，不错，这个重脚头痕啊没了，老弟，没办法，这一下其实很巧妙，然后只能说啊，眯眯眼的跨解非常的巧妙，非常的精准了、啊，重脚头啊，是我觉得当时的最佳选择，最佳选择，嗯，不错。哇，万山哥超火来了，不是，为什么你这样压制我就没有声音，喂，就右耳就突然没声音，不是为什么啊。谢谢万山哥的大超级火箭啊，谢谢你的礼物，哎呀，希望你发财发财发大财啊，赚多点钱然后给我刷礼物，哇，舒服，听着就舒服，开玩笑开玩笑，谢谢万山哥的这个大力的支持啊。好，跳中脚，哇，这个他是升龙没有出来吗？好，重拳啊，重拳可以有，怎么办？没有升龙，没有超杀啊。好，跑过来下轻脚，跳重拳打中重脚，这个位置有点尴尬。好，没有确认成功啊，确认慢了，跑升龙。哎呦，对，这是首选啊，发升龙，因为能蓄气也能打人呐、啊，啊，但是没想到能相杀了。开玩笑不懂吗？不能开玩笑吗？哎，这个下轻脚很巧妙啊，应该算是第一时间，是不是第一时间？有可能是第一时间。好快，这下轻脚把别人下轻脚都打了。好，跳中拳打中，好，吸力反，大家的气都很多，所以这就更拼这个克里斯的技巧啊，就是很难打中的，哇哇！吉一凡资源有点欠缺，跳起来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，都全防。好，投不成功，这个位置有点尴尬，下轻脚打不中，怎么办？哎，哇，这没有带解头吗？哇，这不杀！好，下中拳前轻拳呐、啊。有了，好，跳 CD 啊，把这个优劣势给扳回来啊！今天看着这赖巴的克里斯是小有优势啊，小有优势打这个眯眯眼的时候，哎，跑前佛很准，哇，伤啊！发波吗？对，我都说发波了啊，不好判断，万一不发波呢？哇！我神了，这个超杀真的一点机会都不给啊。怎么办怎么办？哎，察觉到赖巴的想法了，哦，哇，哦，刺激，两位大哥的打法真的刺激。Oh my daddy！ 哦，升龙脚，哦，抓紧！我操！啊！这是
啥呀？那包厚 AB 呀、啊！服了服了服了，这个厚 AB 太神奇了，怎么会厚 AB？ 怎么会厚 AB？ 神了，这个厚 AB 神了。好了，要三比一，三比一。要等我们沙门回来，我也要上，就是休息一下，然后下一场就是我对赖巴的决赛了。啊，我对赖巴的决赛。哇，蒙哥，蒙哥。